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半。我们点了一个莫氏安琪拉盘，是特制牛排。现在加10元就可以无限畅饮饮料。这边也可以外带，这是外带的 menu。每月第4个礼拜一公休。刷刷酱泡菜，甜圆酱、青辣椒、酸奶跟千岛酱。泡菜、刷刷酱。这个就是安琪拉盘特制牛排。我点了2份。他说大家其他酱汁，香气的下去举高。然后会搭配着旁边的配菜，就是有沙拉酱、野生菜跟冻墨西哥饭这样搭配吃，然后再酱这样。对，所以你们那个就是这个里面直接是包那个牛肉就对了。对，然后旁边的酱料你会选择说有4种口味，沾那个酱在一起。沾哪一种比较好吃？我觉得酸奶
酸奶。酸奶或是千岛。好、啊，如果你说你可以沾着冻米酱来吃也可以，就是像这个是墨西哥当地的一道料理，冻。啊，那这是什么东西？冻米。冻米。哎，是什么东西？我们是用花豆下去煮的。花豆。每花一天的时间泡水，再花一天的时间熬煮成泥。OK。他们墨西哥最当地的料理。他们外国的是整盘去泡的，冻米跟起司这样子。嗯哼哼哼。啊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是墨西哥饭，然后里面包着牛排，就是沙沙酱、生菜、豆泥，青辣椒跟蒜头、洋葱、红萝卜、泡菜，这是什么？酸奶吗？青椒，青椒酱。啊，青椒酱。这是酸奶。甜盐酱，很好吃。谢谢。都是牛肉。加沙沙酱最好吃的。那我们当时吃他们吃的年夜饭，然后发现它口味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，所以说如果喜欢的会觉得还不错。嗯哼哼。我们手工自己打的。嗯哼哼，谢谢。这是一些楠木。对。这种质地比较不一样。这个是芋头木子。嗯。慕斯的微甜是养生概念。